家好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小女孩发型绑扎方法。接下来呢给大家实操一个丸子头的扎法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哦。首先我们先扎一个马尾辫，这个马尾辫一定要高于后脑勺的部位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然后呢拿起我们的头发，这样子拧，顺时针将它拧过来，最后把我们的小碎发藏在里面，紧接着用我们的头绳把它绑住。然后稍微调整一下，好了，我们的丸子头就成功啦。如果一般学跳舞的女生呢会经常使用到的话，建议使用发网哦，将我们的碎发收住。